黄铁锤又下出神局，他的车要被人家打死了，竟然呢11步躲都不躲，非要让人家吃。对手呢偏偏呢又不敢吃了。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。对局一开始，对手武大郎比上一个华字，老妹儿下手轻一点。黄铁锤微微一笑，我不抽烟，你还不如给我个炊饼呢。铁锤先走，来一个仙人指路，武大郎对挺卒，红的上马。黑棋上马，红的平炮准备亮车，黑棋上马，红的出车，黑棋也亮出他的法拉利，红旗编马，黑棋补象，红旗高横车，黑棋也高横车，红旗汇车过河，压缩他这边的空间，那黑棋呢横车过弓，红旗再走一手车一平三，以后准备对兵，从这条线上把车杀出去。黑棋高车巡河，严阵以待。红旗冲兵，黑棋收了。红旗杀出，黑棋上马。那红旗呢也飞个象。黑棋平炮亮车。现在呀，一般情况下肯定是要对掉，因为很明显，你要是吃卒，以后人家一退炮，准备平炮打你，你这个车可是这也来不了，这也来不了啊。但是呢，铁锤他就不是一般人，选择吃卒。那黑棋肯定要退炮，那下一招就要打死车了，怎样来救这个车呢？我们来看一看，红旗选择送兵，那现在他不可能用象飞，要不然呢吃马，他又不可能用车吃啊，因为这个车现在处于险地，你拿这个车来换完之后底象又让人家给宰掉了，所以说呢黑棋选择进车，那这个车没办法躲了，平过来吃马。不要了，你想吃就吃吧。这个棋如果说黑棋过来打车，那红旗肯定是要选择吃马。你打掉，我冲下去，这样呢，我是相当于一车换了双，然后呢还捉着你的马。你这个马一逃，你不管往哪逃吧，你回卧薪也好，回这儿也好，红旗呢可以选择一手知士。那这样呢？他一个兵管住了马，一车换了双，阵型呢严整。以后平炮上马，那这个棋还是红旗啊，先手在握。所以说，在这里他选择回调回马，回马什么意思呢？又给红旗设个陷阱。你要是敢吃马，他这边呢就又上马，啊，你吃不吃，他也是要上马，又踩车，又打炮。比方说，你现在吃马，那他呢就可以选择上马，那你只有进车，他就把这个打掉。你退回来捉一下，那他就选择退一步。你要是平过来捉双，那黑棋呢可以进马保住。那这样呢，这个黑棋啊，它是一点不亏。那红旗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平炮。黑棋上马，那红旗进车，黑棋平炮。他想红旗一吃，他就上个士士车，你车一走，他再炮打车。那在这里呢，红旗可以选择打一将，开炮打象来一将，你不可能直视让人家杀象啊，象掉，然后再把这个吃掉。以后呢，还可以杀中卒来一将。你要是平过来打我，那我也是来一将，上个士，然后呢把兵一平，保住这个，你车杀我就可以底下给你来一将。你要是这样来弄住我，那这样呢我还可以啊，双车来保，红旗也是大占优势，在这里呢他不，他非要弃车。上个士，那黑棋呢也上个士，红旗退车捉马。你现在打我的车，我就吃你的马；你打了我的车，我就冲下去威胁你的小马。那他进马踩住炮，那红旗顺势退炮打一下车。那现在他不可能来打了，他退车，红旗再平边炮，
哎，你打我的车，那我打你的马，我打完你的马，我也打着你的车呢。黑棋又进马，红棋开炮打卒，黑棋终于平出手来打车。那刚才这个车一直要被人家打死，也不躲，那现在打不死了，人家又过来打，这有炮来掩护。正当大家都在议论红旗会平这儿还是平这儿，会对这个车还是会对那个车的时候啊，没想到啊，铁锤微微一笑，来了一手进炮将军，让围观的人都大吃一惊。这个车明明可以不死的，不，那非要让你吃。黑棋不可能下士啊，下士这个杀士用来一将。你如果说落个士，那他呢这个杀士一将上来，然后上马，以后这个上马那这就不得了了，攻势如潮，让他飞象。没想到啊，飞象红旗依然是选择上马。你现在打我的车，我就冲下去吃你的马，你马一逃，我又上马，又要踩炮，又要踩象，踩了象那可就不得了了。你炮躲开，我把象一踩，以后这一将那就要玩完了。所以说在这里呢，他选择了一手飞象，让红旗上马踩炮。黑棋平炮，红旗依然是进马，黑棋打掉，红旗吃掉，吃着马呢，那黑棋呢选择了一手平车对捉，他这招平车呀，他不是为了吃马，他是为了绊住马腿，以后好赶快高车支援到这一侧，因为现在这边是个空门，而红旗呢集结了车马炮三个大字在这边，实在是压力山大，红旗实战是选择了车进一步。在这里呢，他还有另外一路攻法，也是比较精彩，就是来一将，你不可能下士让人家吃炮啊！你垫了炮之后，红旗有一手平车弃车，你要是吃掉，我再回马一将。走到这儿，红旗是选择了进车，想着赶快过来，那黑棋呢就赶快高车，红的平过来，进车一将要命了就。他这个士，啊，红旗也是一将上来，退一将下去，然后呢，平车锁喉，下一手进马就是杀棋，黑棋赶快平过来跟炮，红旗进车一将走个过门，然后呢再吃炮，这样呢要施展车马抽将，表演车马冷招。黑棋现在怎么办？你要是吃炮，那人家这个抽一将，就把车给弄走了。你现在你吃马，那他也吃马。这边呢还要叫抽，在这里呢他是选择了退车。那红旗呢把马一吃，走到这儿，黑棋也就投子认负了，因为这个棋没法玩了。你要是吃兵，他就上马。你要是吃马，那他就把这个士一吃。下一手去吃象，跳马将就是杀棋。你要是平车过来，那红旗可以选择进一将吃掉，跳一将进来，然后呢把车一吃，车马炮围攻你这个老将，那也是难挽败局。